会我们会去很像日本的地方，然后我们今天会在这边住一天，就是我们今天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我们先来到那个古光温泉广场，后面有很多幸福的泡汤熊。小妹妹要在这拍照啊，跟这个拍照啊。还有这个后面好多只熊熊，这个熊熊有没有很符合今天的主题？我们要去吊桥了。你在跟沙莱步道拍照哦。这里就是沙莱步道，小妹妹，你今天就在这里到此一游了哦。我们后面就是沙莱步道，小妹妹最爱的阶梯，你看她好兴奋哦。山哦，小心啊！阿恰，啊跳舞，你妈妈想看你在这个广场跳舞，跳舞，可以吗？小心啊！哎呦，小心啊！现在到古关大饭店这里，后面旁边这个商店街超像日本京都的，超美。我后面就是明治温泉老街，这边还有樱花哦，超像京都二年版跟三年版的，而且这里晚上还很漂亮哦。可是我们可能不会待到晚上，嗯，超美的。我们继续往前面走，这里真漂亮。你超美，我叫小妹妹，小妹妹 Hello 呀，你们跟大家说 Hello Hello Hello。 妈妈有带你来日本哦，我已经帮你拍到了。你有看到后面写名字吗？
来了。自己在爬。嘿，看我们家小妹妹。爸爸，你要跟我拍照吗？拍照。耶！我等你。安心。救命啊！快点，一朵花，快点，一朵花。花。花。化妆，舅舅，舅舅，哈哈哈哈，喂喂，